努力挣钱吧，这个时代没有错，错的是我们赚钱的进度永远赶不上花钱的速度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，如果你不努力，你想要的谁也不会给你。努力挣钱吧，这个时代没有错，错的是我们赚钱的进度永远赶不上花钱的速度。在这个物